不用不用。Hello， 现在时间是5点，有没有等一下晚上不会留下来的朋友想要报告今天做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你可能不会留到7点半，但是你现在已经有成果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有吗？好 ，OK，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大家自己继续做事，然后晚餐应该大约6点半会到，对。
各位，我们食物就晚餐已经到了，然后有小帮手在后面帮我们处理。然后我这边收到的讯息是有17位朋友要留下来吃晚餐，所以我第一次订这家，所以我不太确定分量够不够，大家之后可以给我 feedback。然后现在应该是可以，就是到后面去取用你们的晚餐。然后我们预计就是7:30左右开始我们的那个成果的报告，所以大家先吃吧。
Hello， 现在是7:30，然后到了我们的成果报告时间。然后今天感觉还蛮多，有蛮多专案有。嗨，好，还蛮多专案有进度，所以要就是大家对他也要报告。他说他今天就是在房间都没有人理他。那可不可以就是？想要报告跟大家分享的就直接上来，就是我们用最后半小时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做的成果。好，那你们讲话可能要大声一点，就是不要让猫的声音压过你的声音。也还好哎，可以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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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等一下听听看他会怎么讲。好，谢谢。嗨，大家好。本来就是无法度 demo， 原来。好，我们从头到尾都以为我们在场的人没有权限，其实是有的。好，好。今天有几个进度？咱先讲较明显的，就是我的热门词总算换吼。其实这热门词是假的啦。第一轮上，伊应该是上侪人猜的物件，放在头前嘛吼。不过其实我是家己算的，我顶届就讲每一届盲点中，拢来换一几个数吼。那我们这次是这样，这几个小屁孩，我们刚刚 demo 过了，秀下线也 demo 过了。我们来看这个好了。好，那我真的觉得语音合成很棒吼。等一下，我看到是，没有，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没有声音，是我们没有声音。钢琴书已经照啊？为什么？怎么这样子？好吧。
这叫做拍的嘛丢情，这叫做倒的嘛丢情，就是躺着也中枪的台语就是这样讲的。好的，那以后我们至少每一次蒙点钟的时候会把这几个东西改一下。好，白海豚，这很重要哦，就是这类叫做马祖鱼，阿妈是也当叫做北海堤，那叫做是什么？对，那个乐团叫做什么来着？哈？对对对，农村武装青年，对对对对，嘿，就是听讲伊嘛叫做马祖鱼吼，那首歌。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了一个名人堂，明仁堂，这边就是把大家的贡献，好，每一个人的贡献放伫咧家。嘿，今嘛目前的第一名就是没有人。好，那我们下次会把匿名改成没有人，这样比较符合我们的精神。然后拜托赶快来打败我，真是因为为了测试，所以才会留了这么多自己的名字，真是太不好意思了。嘿，那这些就是有曾经提供过说法的人，都会列在这边，然后对，就会做排名，然后做这个网页做这个的特别提示了我们一下哈，这三个颜色呢是有道理的。对对对，金牌、银牌跟铜牌，有人解到。好，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必须要等，就是等那个主机设定之后才可以，就是我们之后也会像某点一样，在分享的时候看得到这个词。嘿，不过目前因为还没有更新上去，所以这个功能看不到。以上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几个进度，然后还有其实我们也设计了将来我们其实会希望针对不同的主题，比如像我们上次有那个 Pokemon 有没有，关系帮说所有的 Pokemon 可以传播在一个页面让你一次看到，你就不用说一个去查。嘿，这我也有出来广告一个哦，恁有咧耍的人吼，有咧耍 Pokemon 的人吼，不管你是拍华语还是拍英语，即马每一只怪兽，伊伫咧遮拢查会到。我无甲恁骗真正，恁拍英语嘛查会到。真的真的真的，一定要查一下吼。有，好，不相信吗？哇，好多哦！这叫做点气器。皮卡丘、皮卡丘、金球器，还有皮康丘。哎、欸，这是我写的，怎么？不是，这人家逼我写的。好，嘿，你家都是讲吼，一只唔拿有一种光环，嘿啊，就是嘿，都只拢伫咧家。等下，我再试一下，真的没有声音吗？健康酒，等气气。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用它来念一定很可爱。好吧，是吼，好，没关系，嘿，好。那就是讲未来，我希望讲吼，每一个主题我们会就是会希望有不同的主题，然后这个主题的这个主题台语的讲法会当传播伫咧一个页面头，大家安尼看。那我自己个人下一个想要做的主题是台语台湾史，就是我想要甲台湾史内底较重要的事件含当名做一个列表啊，请就是讲台湾史研究专家。请名人录音就对了，嘿，然后再把它放进去。那这个版面目前也有了初步的设计，或许我们下次某点送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做出来。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爱台语的报告。哦，还有我们聊了很多台语界的八卦，然后分享了很多就是教学跟那个广的种种的经验，可说与不可说的经验，很精彩。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好，以上报告。那除了爱台语之外，还有没有？哇哦，还有没有其他想要跟大家分享报告的？卡西要吗？卡西有吗？有吗？难道我们要提早的散会吗？提早收播，提早散会吗？如果没有的话，来吧，是吕北吗？
他还在跑。好，那我先讲一下，基本上我不是程式的，我基本上不太懂程式，然后我现在要来示范是万恶的微软的 Excel 2016的一个功能，就 3D 地图。对，因为最近在弄那个，哎，拜托，赶快一点。有接，但是对，我的电脑好，等一下。哦 ，OK， 因为前阵就是我去气象局抓那个资料，然后就是反正就。很多比2007年到2015年的所有的各局端气象站的一个资料，然后呢，那我就想说做降水，因为2016的 Excel 有个功能叫做 3D 的，可以做一个 3D 的地图，然后而且它有一个时间轴的部分，那我后来做好以后就摆在。就把它也可以转成影片，然后就是这样子，好 demo 完以后我就可以下去了，谢谢。啊，就这就单纯使用 Excel 2016，没有使用任何其他程式语法，然后它就会做出这个三年，因为我只抓2013到2015年的那个年雨量，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OK， 好，我说讲完了，谢谢大家。大家如果说没有成果报告的话，那我们就收播咯。那我们可以那个吗？就是因为今天那个晚餐是第一次订那家，所以有吃饱的举手。大家都没吃饱，好，有吃饱的举手啊，没有吃饱的举手，因为这样我才能评估，对，这样我才能评估下一次要再点多少。没吃到 ，OK， 好，一二。你有吃吗？你有吃饱？好好好 ，OK， 那就下次我们再继续改进，就是尽量的喂饱大家。好，那我们就收播喽，收播了吗？好，谢谢大家。